双，我念晶晶，一条虎皮腰裙，一根如意金棒，一片忠心耿耿。阿妹欧王孙大圣，取经一片师徒深情，一眼识破真伪，一心扫除妖精。阿妹猴王孙大圣，被师父断然驱逐，只能重返花果山。白骨精势力奸计得逞后，又变作古庙，使唐僧师徒陷入魔窟，束手就擒。在草丛中贪睡的猪八戒被土地唤醒，得知师父被妖精抓去，大为吃惊，让土地带路，直奔白骨洞。到了，前边就是。开门！哎哎哎！开门！夫人，夫人，买卖来了！哪里来的买卖？洞外有个长嘴大耳的和尚在叫门。果然是好买卖，猪八戒自己找上门来了，倒也亏他找得到，带我去会他一会。哎，和老夫人亲自出马，我去将他拿来。这土地老也怕妖怪。是谁在门前吆喝？我的儿，是你爷爷在此，快快送我师父出来，省得我钉耙猪进洞去。倒是有个唐僧在洞里正等你来一起蒸了吃呢。妖怪看打。
拿住，给他跑了，便宜了他，把唐僧看好。是，飞来福在。你去金湖洞有请老太夫人，说我女儿为他祝寿，请他吃唐僧肉，共享千年寿。遵命。Thank you.
来，来啊！哎，比赛要开始了啊！哎，别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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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别拉！哎，预备，起！哪里来的生人？啊！给我拿上来！不是生人，是熟人，是熟人。啊！原来是猪八戒呀！不错。不错，正是猪八戒。你不跟师父取经去，却来这里做什么？啊，师父想你，让我来请你的。他不会想我，他也不会请我。我不去。师父确实想你，确实想你。不去，不去。我这里天不收，地不管，自由自在。去做什么和尚？你回去吧。师父想你，让我来请你的。这猴头不做和尚，做妖怪，真不是个东西。呆子，你骂谁？不骂，不骂，我谁也不骂。哎呦，吓死我了！哎呦！你这个蠢货！你去便了，怎么在背后骂俺？猴哥，我不曾骂你。要是骂了你，让我屁股上长个钉疮。你不说实话，看俺使棒子给你送行。猴哥，猴哥，我说呀，猴哥。也罢也罢，起来说吧。不瞒你说，师父真的遇难了，和师弟关在白骨洞里。啊！该死的八戒，怎么不早说？我怕哥哥你记恨师父。少废话，大救师父要紧。这就是了，妖精知道大师兄出山，一定吓得抱头逃跑了。慢着，俺不去了。啊，哥，你怎么又不去了？八戒，你回去
告诉师傅，叫他感化妖怪，放他出洞便是了。啊，别开玩笑了，妖怪怎么感化得了啊？哎，走吧，走吧。不去不去，你自己去吧。哎，师兄，你太不讲情义了。师父无情，莫怪徒儿无义了。好啊，你不去，我去，豁出一条命，救得了师父便罢，救不了师父，我老朱和师父同归于尽。嗯，哼。好八戒，有长进。大圣，啊，你日夜想着西天取经，为何此番来请，又不去了？哼，你们哪里知道，那白骨精十分狡猾，我怕八戒走漏风声。故意的气他，让他回去保护师父。孩们，好生看守着花果山，俺老孙立刻下山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哎，休得无礼！你是谁？在这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你没看见吗？哎呀，口渴得很呐、啊！好兄弟，来一口怎么样啊？啊？给。哎，好酒，好酒。我来扶你。
你上哪儿去？白骨夫人差我去金湖洞，请老奶奶来吃唐僧肉。啊，唐僧还没死？没有，就等金湖大仙去了才开刀呢。啊，金湖洞到了。好兄弟，不要送了，不要送了。要送要送，俺还要送你上西天呢。你是谁？原来是福来大哥，一向少见嘛。真是久违了，姐姐可是越长越俏了。少贫嘴，跟我来。福来，见了老娘，怎么不叩头？给奶奶叩头。我家夫人请奶奶去吃唐僧肉，请。好孝顺的女儿，快快。快被叫去。是。福来，与老娘开路。请。一双火眼金睛，一条虎皮腰裙，一根如意金棒，一片忠心耿耿。啊，美猴王孙大圣，取经一片师徒深情，一眼识破真伪，一心烧出妖精。